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较早，咱早起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。上起来讲啊，人啊无永远的落魄，人嘛无永远的摇摆，所以人啊嘛袂使永远摇摆。当咱赚到钱的时候，也是有地有的时候，爱更加谦虚，才过会掉。当咱无赚钱，当咱足有成就的时候，或者无成就的时候啊，咱拢是爱本着一个谦虚、谦逊、第三谦。咱第三谦以后，咱就会顺势；第三谦以后咧，咱就是会。安泰主人的第天台，第三台咱谦逊以后，第三第天台安然，住宅的时啊。那么一旦咱呐过去打落去放落，挂落陷阱，天地休，天地疲，阴阳不交，好落陷阱。要爬起来，昨昏咧已经甲咱开始咧，咱爱去除咱的妄念，咱的消沉咧，唔好发生伫咱脑海内。咱的消沉都是贪嗔痴，咱若是得到已经甲咱开始诶，咱贪嗔痴这个消沉，咱已经摆除了以后咧，咱就开始爬起来咯。爬起来以后要怎么办呢？要如何把持把握着，会当阁保持着？你还不败之地呢？所以咱易经呢，大法轮经甲咱开始哈。故受之以孝，不可以将孝，咱袂使哩用。无可能永远的失败，故受之以当人，一人当者，务必归焉。故受之以大有，有大者不可以赢。故受之以谦，咱拄则所讲第三谦，那么咱这里好多开始啊，天会当人者是啥意思呢？集结活动，先人之路之相。咱一个人开始，因为着真顺势，真顺势咧，咱骄傲、控股，有一天就出来呀，出来咧，你就开始家己想尽办法，佮爬起来。第二个爬起来，否极泰来啊！一时怎么办？迄个时阵，咱就爱开始佮检讨咯，检讨咱过去。就是第一，控股骄傲不知足，贪嗔痴，所以咱才会失败。那么一旦这失败，咱歹习惯了，或者企图以后咧，当然人甲人中间，或者当然天会当然，人甲人中间会斗阵，爱安尼斗阵。咱有个人过去咧，我有钱，我开始就失败，就破脸。搬了个爬起来时啊，要保持不败之地先啦。爱个人甲人互相相尊重，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咧，咱爱搁较做较好咧。过去袂谦虚，咱爱谦虚；咱甲人袂斗阵咧，咱爱甲人斗阵。咱唔通个本着过去讲哇，我一个西窗啊开，本着我过去咁，我真臭样，臭气啊！所以啊。卦象甲咱开始，咱一旦对天地休，那个爬起来以后，转过来以后咧，要安怎呢？就天会动人，天会动人者，咱就爱来看这卦象，集结
活动，啊，那人家是挂上甲咱开始初熬的时，哈、啊，说明同心协力，同心协力，首先爱拍破门户的成见。安尼可见，咱过去的失败是安那袂顺失咧。咱有文武的成见，感觉哦，我是高贵的人，哦，你就是善的人，啊，是你是好业的人，我是善的人。不管安那好业甲善，拢是人，本着一个善心上重要。所以，咱一旦对失败都背起来也是啊，咱爱对人跟人的关系的爱越加的亲近，吼、哦，人跟人中间的爱互相搁较愈尊敬，啊，爱愈谦虚，而且拍破这个门户的成见啦。过去都啊，我都失败的人啊，我都唔敢跟你斗阵啊，错去啊。失败是过去，过去心不可得。只要咱当下咧，咱有一个谦卑的心啊，吼、哦，拍破一个门户，什么门户咧？就是哇，你好业，我较赞啊！啊，我这你就是真好业，我才要甲你亲近咧。吼、哦，我都在交换，错去啊！这想法毋对，咱一点诚心诚信，吼、哦，咱有智慧中央的心啊，甲人斗阵。咱都无咧关联，都无迄个做阻碍起来，所以首先的条件咧，拍破门户的成见。啊，若是过来第二爻，吼、哦，动甲咱动伫第二个爻，吼、哦，天会动第二爻咧，啊，应进一步拍破宗族的观念，这就甲咱开始，甲咱信心，甲咱讲，你要虽然是已经爬起来哦。过去也无好势，你现在已经爬起来，爬起来了吼，你再佫进一步打破宗族的观念，啊，咱有想比较要变自卑去啊，啊，我要有一个本着一个骄傲，哦，我已经佫爬起来，我来爬起来，要有一个骄傲，哦，我是成功的人，你要失败的人，错去啊，咱毋要宗族的观念，咱爱打破。刚刚开始，咱要做不完完的，一再个人强调你。咱要做不完完的，一再个人强调你熬。那么第三熬呢？吼、哦，第三熬呢？天会当然啦，离卦的第三熬呢？吼、哦，阳熬，吼、哦，叫做是九三阳者为九。好，阴者为六，阴者为六，阳者为九，那是第三号九三活动，哈是道义的结合，哈教育所见不义者为一，咱两个人中间呢好斗阵，咱若一旦能够爬到起来时啊，咱爱愈甲人愈亲近，愈谦虚，愈诚心，哈爱甲人大家和平相处。啊，无过去，因为都歹当歹习惯，吼、哦，控股交我，哦，我趁着钱啊，啊，我失败了，劈者又搁爬起来，爬起来，哦，我愈骄傲，错去啊！因为过去歹习惯，所以失败了，好加在更加搁爬起来，爬起来时，咱呢，人甲人中间呢，互动。哦，和平相处，以和为贵，当是天下沦落的人啊，咱哪有什么好小白呢？哦，咱若是道义结合，过来就是道义的结合，或者不义者行呀？什么道义呢？道义是对自己的妄念，对自己的妄念贪嗔痴或者不义呀、啊？哦，还有那不义。那么，咱道义咧，咱就是打破宗族的观念，哈、啊！而且，互咱这些妄念啊、贪嗔痴啦，那个这个小人贪嗔痴的小人，那个摆脱掉去，摆脱掉以后咧，哈、啊！咱自己咧，咱已经都成功啊，哦、啊，咱两个人要活动啊。哈、啊，这是道义的结合，是甲上结合。人甲人中间朋友是道义的结合，道甲义的结合，哈、啊，唔是利甲害结合。
一般人拢是以离甲海的结合，毋是道甲鱼的结合，这是人的歹习惯。啊，所以咱若有即个道义，人甲人有道义的结合到底的时候，咱会互真正不义啊，互咱家己不义的啥贪嗔痴妄念无耻啊，迄拢是不义啊，咱会当去着行遐去，吼。救赎嘞哈啊！第来热是当的第四爻，第四爻嘞救赎活动代表正义啊，必然可使邪恶屈服困惑。咱啊这卜卦嘞哈，就当的第四爻嘞，就讲咧讲咱两个人中间的斗阵，吼，因为着咱过去的歹习惯，吼，所以咱的改过啊，咱个背起来。咱爱两个人会斗，好好个斗阵，以和为贵，毋通有即个叫做控股，吼、是代表着一种正义啊，代表着正义，吼、必然可邪恶去咯。咱若有着正义感的人啊，咱拢会邪恶，会互邪恶的人嘛会屈服，而且正义感的，咱有正义感的人啊，咱互咱的歹思想啊、歹习惯，咱嘛会得屈服。所以关公啊，啊关圣帝君啊，关公啊，伊会正义参天啊，互人所犯的不义的人会惊。但是咱人自己，咱若有正义啊，有正义，人甲人中间有一个正义，人甲人中间以和为贵，人甲人中间和同和平相处的时啊，咱会当互咱过去的歹习惯，咱会当看到咱未个发生。所以外在的代志，拢是制服自己的妄念。咱有看到一个义，咱行的正义，人甲人中间和平相处、互相相尊敬的时候，咱嘛是得互咱自己这歹习惯的妄念爱克服啊，咱以后歹习惯就不发生啊。过来动地牢啊，就是动地牢嘞吼。叫我活动中需要排除障碍，哈、必要时不惜用强呢，哈、先苦之后灵感嘛，人个人的斗阵，哈、那个人个人的斗阵啊，咱要告诉人有先见的事啊，咱要嘛是爱个排除足侪障碍，什么障碍？宗族、宗族啊，成见、个人的先见。咱这拢是咱的障碍之本，咱人的控股嘛是咱障碍的之本，咱人的遐个自卑感嘛是障碍的源头，所以咱爱来这排除障碍，必要是不是用强，用强什么强呢？辛苦有感啊，咱吼、什么用强什么强的方法呢？咱爱。有这魄力，我就用强。啊，比如我过去，那这条都因为都失败过，我爬起来，爬起来我就控股啊。哪个人动，这条都歹习惯了，改不掉。哎，强力的压抑、压制自己啊，不惜用强，哎，压制家己的歹习惯，比如控股啦。哦，啊是激着使拉灰啦，啊是激着讲哦，我是真牛啦。啊，是我看着瞧人不起啦，还是讲话的时候，拢感觉真正十三天地我讲啊，咱呐了解着家己的缺点的时啊，咱不是爱用强，咱家己彻彻底底的爱家己认真去做，或者用强。开始嘞，感觉咱的歹习惯要改的时啊，咱尾啊会甘，哈，先甘。有苦就困难啦，那么辛苦有甘，都是咱以后成功的上大的苦。好、哦，过来呢，吼，上六也是当日第六爻，第六爻上九呢，吼、第六爻为九，阳数为九，哈、活动应本积极的态度嘛是，但也并非东流合恶。咱一个人已经搁爬起来啊，咱搁顺势啊，吼、开始咧，咱就爱人甲人中间咧爱拍破诶种即成见，啊，搁来拍破种族诶个习惯，吼、诶观念，吼、别讲啊，你较善，
啊是你较好呀，我较善这种种，啊你是高贵啊，我是毋，啊是我一定国民，吼、哦、我修行一定国民，恁阿无修行就三等国民，这种族的观念，绝对袂使你有这个歹习惯想法，吼、哦，然后呢，爱这道义，对自己道义、良心。吼、哦，爱有智慧，吼、哦，那么咱的歹习惯要排除咧，一定爱有彻彻底去实行，彻底去执行，吼、哦，咱彻底执行以后咧，咱嘛爱一直有头无尾，咱无头上台升的吼，后来尾啊又搁乱去啊，头晕晕，尾啊变头顶，哈、哦，头讲的一项，尾啊所做的一项，所以咱人伫世间呐，吼、哦，拢真济无法度贯彻。自己原来的理念，要贯彻自己的意志，这是咱人上大的缺点。今日时间的关系咧，咱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。